越来越多有名气的演员加入网大行列，钟欣同阿娇最新的网大作品《画皮情灭》近日上映，戏中的她由少女演到人妻，但就惨遭网民嫌弃扮后生，毕竟阿娇已经43岁，即使天生童颜又保养得宜，但演起少女实在有啲牵强啊，加上表情僵硬，难怪被网民批评。而另一个焦点要数今年凭住《不夜城》婚宴首度获提名影后的魏思雅，原来亦都有份参演，虽然她在后半部分才出场，但都相当抢镜。